接下来啊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歌手，他呢是羌族歌手，而他的老师啊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知的刀郎，他呢也是拥有千万粉丝的超级网络红人，他就是青年歌手云朵。那云朵呢今天也会在现场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《爱是你我》，掌声有请。请留步，请留步。大家能用刚才云朵的嗓音再给她喝彩一次好吗？我听见了，最高音在那边。来，云朵，我们请到台中。那边有一片云朵，还有吗？哇、哦，太棒了！我跟大家一样是第一次现场听云朵唱这首歌，我见到真的云朵了。但是我现场听完以后，我觉得你不应该叫云朵，你应该叫闪电。太棒了，云朵，接下来你将成为我们今晚的第三位推荐人，请为大家推荐我们新时代的优秀原创校园歌曲，好吗？请准备。牢记时代使命，唱响青春旋律。接下来有请新时代优秀原创歌曲推云朵为大家推荐。我是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推荐人云朵，我推荐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《站稳才能飞翔》，奔跑者，钢铁脊梁，强国有我。谢谢云朵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。